接下来我们陆西来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级，然后龙科带可以绿珠子的龙科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、我相信大家有都有看到了那个教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一次认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只是为了大家着想啊，好不好？绝对不是因为我刚才有开错技能，效果好，可以。那在这里一开这个，增上一下嘛。第一关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蛮好过的。露西在第一关好过。哦，更新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前面也是要洗技能的。好，对你的尴尬印象深热点，可以，一定要杰拉尔吗？嗯，不一定要杰拉尔，只有杰拉尔会比较好过啊。好，这边呢，建议大家我们先手交四 combo， 然后把他的血量控制在四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再洗技能。好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尴尬了，对吧？好像这个难消，很难消，现在只有四 combo。好，我们大概消三次的手消四 combo 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的血量只剩下四分之一。好像是第三次，对不对？第三次，好。第四次这边非常注意，他只要四分之一血量了，我们洗技能，洗到库拉皮卡的第二个变身技能跳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把他给带走。所以这边只要矮人包，就是你只要两康消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建议 CD 2的时候再带走他会是比较好，这样他下一关也会是 CD 2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候了，我们开库拉皮卡的界王先开，然后再开变身，变身之后呢，我们要开一下这个对第二技。这边一定要消四 combo， 手消四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有没有手消四？检查一下。好，有，那就把它给带走。带走之后，第二阶段这样就不会被锁技能，而且如果说你是第一阶段 CD 2带走它的话，它就在这边不会，它就会是 CD 2，你的压力就比较不会那么大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带走啊，真上一定是够的。够的，因为 CD 2的缘故嘛，我都算到这一步。对 ，CD 2够，好，好，是不是轻松嘛？如果可以多转一点 combo 就过了，好不好？我只示范，保险带走他就是真的要 CD 2，不然你还是有机会会尴尬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这里的话直接来消，非常 OK。够的，稳着打。好，非常漂亮，有没有？来到第四关这边有两个血条，然后在这里按住会被锁定。那建议大家在这里的话，可以开这个杰拉尔，会是比较轻松的解法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就直接来了。来开一个这个。哦，尴尬啊，这个星珠早知道不开了，这火珠也尴尬。我天啊，这怎么办？啊！哦，木珠的尴尬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候哎，尴尬还要再尴尬，有够尴尬！木珠天降有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我问号，我黑人问号，我整个头都在问号，太扯了啦！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啊，就是跟大家讲这个，吉阿尔开了之后就不要再乱开其他有的没的。没错，我们这个也是教学啊，教学的一部分。好。可以，哇！这边露西记得被打之后要开回来，然后直接转吧。等等，这个木珠好像有点距离耶。对，好像消不到。啊，木珠怎么那么容易尴尬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这集干脆叫做木珠尴尬影片好了。木珠真的是很叛逆耶。好，可以，这边很完美。我们刚才一切都是在洗技能了。如果比较聪明的玩家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们刚才就是在洗技能，没有错，就是在洗技能。老木珠，好，九 combo 带走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露西很快就跳起来了哈，这个没有问题的啦。带走，这慢慢我也可以过，问题不大。好，很棒哦，来到了。第五关，战，决战好评。好，这里的话，光珠嘛，啊，露西又不见了。我们要开爆发的话，等露西跳起来会是比较好的选项。所以这边我们先把这个暗珠先消掉。
其他珠子尽量比较小。哎、欸，帅帅帅，好，好这边等露西，这边有两回合，其实你可以开杰尔或者是开这个都可以、哦、我们先把爆发全部开。感谢 Mars 的港币十块斗内，今天好嗨啊！对啊，很嗨。好，记得要手消所有的版面上面的光珠，看到的都消掉就对了。然后如果说你是大于六颗以上的光珠的话，记得不要连在一起，不然你的库拉皮卡就会消失了，它的既往会消失掉。好，这个非常轻松打过去，王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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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舞。王冠之舞是什么？我这边开哦，又被打了，可恶！真的很生气。我们先开这个，然后哦，又跳了，再跳啊！啊，没有，凶什么？然后我们开杰尔，然后开一个这个露西，要记得开回来。然后开龙科，这个没有不过的道理。然后把光珠，哎、欸，把暗珠给滤掉。好，把暗珠给滤掉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分数高一点，最后再绿暗珠就好了。所以要推荐大家带龙科是，分那个增伤不一定要高，但是你要一定要可以绿珠子的龙科。啊，差不多剩一颗暗珠，可以。好，行啊、哦，你看这版面多漂亮，普天同庆啊！这个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新珠把光暗珠给转掉了，漂亮。好，在这里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爆发全开的时候了。到底要先开露西还是先开这个呢？我选择露西，那增伤比较高一点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来转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就这样。要消高康还是？好，我决定这样子消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再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吧？比刚才多一点康宝数了啊，应该还可以。发康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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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两回合一定打得过去啊，这个毫无庸置疑。这个压在地上打，通关露西队很稳的、啊、这一队有没有超稳的？超稳的打法，所有那个大家会遇到的困难，我都在这部影片为大家展示了，所以大家应该。看完这部影片会更加明白说，哎，怎么样可以稳定通关了吧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可以可以。所以露西也是这个配置稳的，稳的，蛮稳的。噔噔噔，临时通关。